韩国男神李敏镐旋风式集港，之前在机场已经用甜笑令到啲 fans 晕晒大浪。呢一日佢正式举行见面会，连黎智珊、杨乐婷同埋姚舒日都有嚟捧场。男神未登场嗰阵，主持人森美已经炒热全场嘅气氛，跟住长腿欧巴就重演广告 pose 迎爆登场，令全场嘅 fans 都陷入疯狂状态。之后佢仲好有礼貌咁样先鞠躬再同森美握手，然后就开金口啦。这次有份参与见面会的 fans 都真的执到了，事关长腿欧巴有求必应，除了跟 fans 玩游戏齐齐压爆个波又为 fans 食嘢之外，他还跟其中一位幸运儿重演继承者们的金句。我虽然犯了这个门可有下一个你应该그사람뭐였지린다그여자이름이린다근데린다한테궁금한게생겼어혹시너무좋아진짜你哋咁鬼 close， 台下嘅 fans 会呷醋噶噃。所以之后佢又再帮唔少嘅 fans 签名，又话希望好快会再同大家见面。临尾大会仲送上蛋糕同佢补足生日。身为 fans 嘅你，唔系唔唱埋一份啊嘛？ Happy birthday to you.